好，大家好，这次粉红事件，我们招手四个，啊，一样会抽奖，一样会。你能不能带我？这边我们就啊，就是 D L A C K D A C K 1023，他战绩，所以我们就把，反正就是他送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哦。我们会把六十，不能站住啊！就是这个，大概那我站住就行，那加起来就是160.6。所以我们就会把这都这些都收出去。对，那就这些。两块钱。有 ID 哦，不要重复贴上。不要，这收入三。哦，连战超过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抽奖。如果没超过的话，说了。哦，一到两站，那我们抽，我们抽90K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我自己赞助90K。听你，对，对，留 ID 要重新上吧，点赞超过，对，
点赞要超过哦，三千，点赞超过三千没错。不用啦，其实不用点赞。那就留言超过，他有留头。哎，不是留言超过三种一样。你要总结一下，反正就是 UID 不是钱，不要付钱上，然后同一账号就不算，同一账号反正就算留很多言，啊，他也算你的留言。我就抽一百几分，抽大概。反正就一百左右天，反正那就这个啊，对对对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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